可以，朋友们给点赞，朋友们。两个月次。他不是口雷了，现在杨子现在不是口雷了。菜我也接不开，再过来。
点赞怎么那么少？来，第一条线上。这还有在外边看的吗？在外边瞅啥呢？Thank you.
朋友们给点点赞。好。点点赞，一直点赞，这赞太少了。不行，右手抱，肩膀。好。抱。够。打开身体，整体转。感谢关注啊，感谢这个点的这个赞，谢谢点赞。屁股往包后面贴地，右手右手身体跟着走，立住。感谢星河的关注，感谢这个 FBFB 的关注。我也在跟着练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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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跟着练，可以跟着练啊。你看你右手都没有过来，后背打开。不是你等会儿，你等一会儿把你的腿往上再放一放。脑门凉什么意思？你也跟着练，你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呀？对对，楼下。可以跟着一练啊，有问题不懂可以，可以给发到公屏上，好吧？一分钟持续往前走。感谢这个雄霸天下的点赞，谢谢朋友们。可以，初二可以跟着一起练。右手、左手打开，对，再抱，立住。睫毛，平板能每天做个半小时啊？大朋友，初二还行，不算大朋友。后背拉长，往前走。屁股再提，那耗肩怎么耗的？教给他，到时候下课给他说一下，每天耗个20分钟。你俩都耗就好，你俩都肩不好。朋友们给点赞，朋友们给点赞，感谢。哦，快！我右手，右手，右手，嗯，那个不要手，左手不要背啊，不要背，往前放一点。你除了那个，感谢这个用户的这个关注啊，谢谢雄霸天下的点赞。好好好。叫我啊，有帅哥，给我放一下，你就过来了吧。你就在这儿，还在这儿呢。放松了。不要往下滑了。屁股放。好，准备伸直。
说点多少点，越多越好，朋友们，越多越好，好吧？没事就点呗，有问题咱们就聊，好吧？有问题我能给你解答，我都给你解答，好吧？屁股再往包。这个熊猫天下是谁呀？这么给面儿，辛苦啊！哎呀，瞬间上人了呀！你看你赞一多就是有人了。好的，对，别背，左手往前点，左手往前点，走。感谢这个猫咪的关注，右手身体跟着走，身体跟着走，对，立住，看，赞，嗯，看小朋友吧，好吧，你看小朋友。三分钟里。这个熊霸天下是谁呀？李俊涛，你不用摆它，不用摆花一样，太重，调整动作就可以了，往旁边一放就行了。我弄一下指甲哈，转过来，哎，好长，感谢这个问号的关注啊，朋友们给点赞，2000多赞了，看他们点到10000。先往10000就点，我自己也点。你在家里哭呢？你在这干嘛呢？我要去下。感谢如意啊，感谢如意的关注，谢谢熊霸天下的关注啊，不对，谢谢熊霸天下点赞，很给面啊，感谢。对了，身体胯得去动呀。没说话，两个脚贴住，少爷。右手抱抱，对，走，甩头放长 ，go。谢谢点赞啊，感谢点赞，走。再转10分钟，然后做点盘，点盘有问题。走，感谢辣椒面的关注啊，不是辣子面，不是辣椒面。走，你加紧，右手去抱，走，抱，走，抱，走，抱。感谢这个79的关注啊，进来朋友给多点赞，感谢妞妞的点赞。这妞妞是谁啊？管我呢，压力够了。好，左手打开，右手跟着走，立住。啊，冰冰的姨妈可以，全家上阵，这是。感谢点赞啊。那个，你看，你只要你手对了，肚子收紧了，你起码这块就能保持住，明白吗？你需要下边做的就是你的半脚尖立起来。再来。难道这个熊霸天下也是冰冰的家人吗？走。没说话。左手打开，身体跟着走，打开，立住，对。左手不要背，来肩膀。感谢这个用户68792356789关注。那这个熊霸天下，你是谁呀、啊？这么给面子，感谢这个蕊蕊的关注啊！朋友们给点赞，先往10000去点。感谢这个小祖宗朝东莞的关注啊！打开身体跟着走，身体转，对，漂亮，对，别背，那个头一定赶紧看，甩过来啊！感谢这个冬不是雪奈不是奈雪的关注啊，谢谢朋友们点赞，往10000去点一点啊，走，
奈雪雪奈，嗯嗯，这人的哈，你也点三千了是吧？辛苦辛苦，辛苦辛苦。然后你是，啊，我回关一下你好吧？感谢，呵呵，我回关你了哈，辛苦辛苦辛苦。往一万去点一点，往一万去搞一搞。我是抖音可以可以。可以四千了，对，四千了，谢谢这个齐九。我找个男的，在这吧，可以。谢谢。打。打齐九，不要劝你。走。感谢点赞，哎呀，可以可以，这不人就上来了吗？这不，兄弟们。你下面需要做就是立，不要撅屁股，屁股包进去啊。谢谢点赞，哎呀，可以，完美。怎么外边还有五个人呢？五个人你不看了，不，你既然看了，你不进来给我点点赞是吧？我这不怕同行，你进来给我点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可以交流嘛，这个东西都公开透明的。嗯，好，脚贴住，绷脚贴住，别快脚绷脚。跟着音乐一起跳起来好吗？啊，也右手抱的不够，左手放长就切开，再来走，打开打开打开，走，打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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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，肩膀动的，那甩都在干净，我可以啊，后面点赞往一万去冲，好吧？哎呀，可以可以，八十多人了，棒，点赞人朋友们辛苦了啊，感谢这个扯淡的关注啊。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，兄弟们？往一百上上，往一百上上！感谢关注啊，感谢毛毛的关注，感谢体风的关注，朋友们给点赞，往一万去，往一万去冲一冲哈，好吧？走，打开打开，后背后背，走，跟着走，推起来！现在身体舒服多了啊！感谢这个山家的关注啊！哎呀！马上一百，一百了。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打共鸣啊，然后同行也可以啊，在外边看他进来啊，我这公开啊，什么东西都是公开的，没有什么藏私啊，不像有的老师还关上门拉上窗帘，搞得没有意思啊，这个东西都是透明的，走。我现在很多大师啊，哇，那也就还封住，盖住、遮住啊，没有意义。肩膀、后背，走，对对，别犹豫，漂亮，你犹豫那一下干啥呀？要犹豫啊！哎，朋友们，往一万处冲，点赞，七千了，还有三千，我自己也点点啊。感谢感谢，这个动作太爽了，对。你看着挺，哎，感觉也没有啥，但是真的很有用啊！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东西，我们不会在这浪费了，三分钟往那一趴，非常酸爽。对于你的小胯外开来说啊，朋友们多点赞，你感觉有用，你就这个给点赞好吧？啊，就跟着一起练，可以啊，很棒，七千多了，朋友们，是不是该压胯了？嗯。哦，一个号最多能点三千。啊，那其他朋友们给点力，一个人给点三千嘛，也就戳三千下屏幕，还压胯不管？免费啊。啊，今天不压胯了，好吧，放你们一马。擦好饭，勾脚打开，膝盖与肩同宽啊。你其他人给点力嘛，是吧？其他人感谢这个阳光天宇的关注。快点到地位置上，擦好，额头贴地，斜抬头，快一点，快个脸。
感谢这个关注啊，感谢关注。对，好，勾掉。这个电，这个赞可不能停呀。小一点。朋友们，这个赞可不能停呀，一停就一停就废了呀。还高一点。可以跟着一起练哈，你们如果说有学舞蹈的，有小孩就同样动作，你可以跟着练，去感受一下，很舒服的，老舒服了，告诉你。高一点点，感谢想起来关注，感谢 BYL 关注，哒哒哒哒哒哒，点到屏幕上可以了，慢慢的点啊，手机坏了我可不管啊，可不能赖我啊，轻轻的点。谢谢冰妈给的点赞啊，感谢。屁股的包。二这是什么意思？一边练一边练，可以跟着一起做一做，真的，这些东西真的很有用啊。原理先不说，你就跟着一起做，你就感受一下就知道了。手要抱快。二这，什么是二这？朋友们给点赞，这人怎么少了呢？不应该呀。切开了，切爆，切爆，看我这个速度。恭喜突破一万，可以，很给面啊，朋友们，今天太给力了啊！就需要你们这样的朋友，棒得很。有点赞，这是练什么？这个练什么？这个练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这练外开的，外开的，练外开的。因为这个是马老师的课，然后呢，对很多东西吧，我不是太了解，都是他自己弄的。我是基本功课，比如说我练一些东西，马老师说这是啥东西？对他们应该上完今天可能就不上了吧，还不熟，还不知道。感谢关注啊，可能过两天也会上吧。就上一天上一两节吧，一节课或者两节课，然后不耽误晚上回家聚餐吃饭。不练不行呀，不练不行呀，因为对于基本功这个东西来说，那一停就吓死人，真的吓死人。而且现在天那么冷，感谢关注啊，感谢豆楼的关注，谢谢。我没有，我这个我有一个号，在这平台有1000粉丝，可以，1000粉丝挺多的。你看我这10000多粉丝都怎么来的吗？都是以前很早的时候，我和我媳妇儿跳舞那时候有的粉丝，对我现在从事的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帮助。最近直播才涨点粉，感谢这个草莓的关注哈。做点饭。你们这边下去了，下挺大。我昨天特别冷，我们昨天没上课，我们去那种农贸市场买东西，快冻死了，那个风特别大。往远延伸啊，七，李俊涛是抬起来往远，不是贴在地上，你舒服吗？准备，啊、两拍子啊！我在外面抬起来啊！来，往前站点。走，抬，二，远，四，走，抬。直走，跟那个四转手一样，左手切，我一下给我切到上去，找朋友力的感觉，单一左走。感谢关注啊，切开走，切开走，只切，不要动脚，只切。没有，你手掉了。我们昨天这边下也高速风了，对，我看很多高速上都在撞车嘛，一上东就比较危险呀，风是正常。我们昨天28度，你是在哪个城市呀？怎么可能28度呢？这么暖和吗？走，手上去，朋友，找上，往下掉，对，二走，并走，四走，五走，六走，对，后背，在空的啊，广州可以，一年四季都是夏天，不是一年四季都是春天，那18度，我们这边都-8度，那你们那边太暖和了呀 ，happy 啊。开胯杨三，来再来，你还
这个手跟四段手一样，切抱都主动的，不能被动，不管是切还是，而且是往上找，旁边去给。那你跟去东北玩吗？那我们这个少爷就是前两天从哈尔滨过来的，他家是哈尔滨的，然后那边不每天都在下雪吗？我一到冬天都下雪，就练外开的，练外开的。走，朋友，上去，走二，走三，走四，走五，走并六，走七，走八零，走手上去。哎呦，七，我的乖，哎呀，芭蕾不是芭蕾，不是芭蕾。中国舞也需要外开呀，中国舞也需要外开。熊熊大，对，你们连那你们应该是在东北吧？这个熊熊大啊，那边确实冷呀。你想去看雪，买个火车票不就过去了吗？买个高铁，坐飞机，去什么？东北那什么冰雪世界是应该好像是哈尔滨嘛。感谢关注啊，朋友们给点赞，一万五，朋友们没点的，他说每个号只能点三千点赞，没有点的朋友们可以多点一点啊。我的娘哎！哎，一圈都转不成了，感觉。走，再来王然。感谢朋友们的点赞，感谢。我点过呀，我现在还没，我现在还没现在的不给。我知道你点了，我没点了，点一点，辛苦辛苦哈，辛苦辛苦。感谢这个涛涛创业店的关注。今天练什么？他们等会儿上把，他们练完脚背和小胯了，外开，然后他们现在上把，做做把上的东西，然后后边四点多，本来四点现在应该下课了，但是马上拖堂了，但是我应该四点半基本功课，我四点天。四点十分上课，那没下，没事，他平常也拖堂。感谢这个飞扬云端的关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五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完美这个对联，非常棒。再做王然，往十六个去做哈啊，不要停。等会儿四点多是我的基本功课，四点多是我的基本功，不要搞那么高，你搞那么高干嘛？放这吧，那放前面不中吗？起来。